主内的兄弟姐妹，上个主日我们听了圣马窦福音关于给教会团体内对犯错的犯罪的弟兄们的一个规劝。神父说，如果要真正爱一个人，是要两个方式来表达真正的爱。第一个就是宽恕，就是今天福音的重点。第二个就像上个主日的福音所说的，要纠正啊，要规劝犯罪的犯错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爱的一个表达。Okay? 爱不是只是自私的，只顾自己的门前雪这样子，不要理会别人，会怕别人说哦你是。可以怎么说 ？Busybody 啊，说我不要做这个多事的人。OK， 但是上个主日的读经义，天主的圣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犯错的话，没有去规劝他，没有纠正他的话，我们也承担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天主召教我们，借着洗礼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不是指这个圣心堂这大教堂而已哦，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灵洗的教友。我们被天主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圣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天主给灵在的一个记号，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脚，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个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我爱了你们一样。别人将会因为你们的彼此相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这世界上做这个以天主爱我们的一个标记。怎么样做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像耶稣爱了我们一样。这耶稣怎么样爱了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一切。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福音，伯多禄来问耶稣说，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应该宽恕他多少次？七次够吗？耶稣说，我不跟你说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就是说无限次的。每一次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他来向你祈求宽恕的话，你应该要宽恕他。这也是我们每一天诵念天主经的时候，耶稣在天主经教导我们，我们祈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如果你看看今天的福音，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宽恕的重要。他说第一个仆人，当这个他主人的君王跟他结账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卖身做这个君王的奴隶嘛。Okay? 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有够的钱，他们可以为自己赎身，就是说他们可以成为自由的人。那如果他们没有钱，他们就终生要做这个奴仆。Okay? 不是这些领薪水的工人哦，他们是没有薪水的。就是终身，如果他们有足够那个钱可以因为他们是他们主人买回来的嘛。如果他们存够了钱，他们要自由的话，跟那个主人说，我有这笔钱，我要把自己赎回来，把我的家人妻子家人赎回来，他们就可以成为自由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人，当国王要跟他结账的时候呢，他欠国王的钱实在是太多，当然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原文呢，写作就是说，他所欠他主人的，他所欠他的君王的那个债啊，那钱啊，他还一生一世都还不完的，不可能还得完的。Okay? 因为那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天文数目来的，不可能他可以得到自由，不可能他但是他，你看他，当他主人要跟他算账的时候，他跪下祈求，叩拜这个主人，他说：“主啊，宽恕我吧，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那个主人动了怜悯的心。OK， 不单止免了他，不用他还，而且
cancel 了、啊、就取消他的债，他从此不就不必还这笔债。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个仆人，我们欠天主很多，我们还犯很多的罪、okay? 但是呢，天主没有跟我们算账，反而如圣保禄宗主所说的、哦、这就是天主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天主派了他圣子，唯一的圣子来了世界上，然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世界上，以他的宝血 okay, 给我们取消了所有的债，我们的罪、哦、这个就是天主的爱，他宽恕我们，他接受我们。但看看接下去看这故事的时候，你看这个仆人他一出门，他看到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也欠他一点钱，但这笔钱的数目很小，一两个月就可以还了。你看那个他的同伴也是这样子要求他，跟他要求主人一模一样的。他那个同伴也是跪下来给叩拜，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一模一样的动作，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不肯，一文钱也不肯，就把他丢在那个监牢里面。他自己受到很大的慈悲，很大的宽容，很大的宽恕，但是他不愿意把这个同样的宽恕的精神给表达出来，行动出来。他反而要跟另外一个只欠他一个小数目的 okay, 要跟他斤斤计较，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后来这个主人也很生气，跟他说，我怜悯了你，取消你所有的债，但是你也应该要怜悯你的同伴。所以兄弟姐妹，今天我们 okay, 今天这个天主的圣言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okay, 我们 okay, 天主召叫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成为他的教会。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世界上让人家看到天主的临在，天主的爱。这个天主的爱呢，表达在他对我们的宽恕，对我们的接受。我们是大罪人，我们的罪好像这个第一个仆人一样，欠给天主的一生一世我们是还不完的。但是因为天主怜悯我们，他自己给我们还了这个债。怎么样还？ okay, 利用他唯一圣子死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付出了他的宝血给我们这个、宽恕，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这完全是天主给我们的爱，他自由的无私的给了我们这个爱。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要宽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人基本上以我们的人性，以我们的努力很难做到，有时候根本是做不到、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才能够多做到这个宽恕的精神，这个真正爱的精神，就是要祈求天主给我们他的圣神。Okay, 这个圣神就是使耶稣从死亡中复活起来的神、okay? 因为犯罪，因为不能够宽恕是一种死亡。我们看看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够宽恕别人，自己也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恨另一个人，但是他恨的时候自己里面也在受伤自己里面讲的很多事情，很多的过错，基本上如果我们真的要斤斤计较要讨回正义的话，这个是很难解决的，除非最后我们有这个宽恕，能够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才是最后才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你看很多人没有平安，为什么呢？他里面很多放不下去、okay? 放不开，他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恨他，他就最后呢自己生活在痛苦中。你要报复别人，其实你自己也在受苦。所以我们只有祈求天主给我们天主圣神，这个天主圣神可以将耶稣从死亡中复活起来，这个天主圣神也可以帮我们从我们给那个内心那个内在的死亡给解放开来。当我们真正有这个耶稣的精神，所以为什么很重要我们主日 每个主日来弥撒参加弥撒，为什么呢？
就是要领受这个天主圣神。天主怎么样给我们他的圣神，就借着今天我们宣读的圣言，借着我们领受的圣体跟圣血，这个就是天主给我们的天主圣神。因为当我们领受耶稣圣体圣血，我们领受耶稣自己。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爱，就是这个宽恕的天主。所以我们分享到他的那个本性，他的本性，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去爱，来去宽恕别人。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在这弥撒圣祭中能够领受这个天主圣神，能够帮助我们怎样说，从我们的死亡中，特别从我们不宽恕不能够爱的情况下，可以能够给我们复活起来，给我们解放，给我们有这个宽恕的精神来去爱别人。